好奇怪，好奇怪的队伍。好，我们看看队长技能，新兼具光伏石58的效果。好，然后这个队员削越多水就 追打越多次，然后再来是这个，新兼具58的木伏石效果，所以新同时兼具光伏石以及木伏石的效果。好，了解。那就它是还没出的副本卡，那它会增加你的 combo 数。简单讲，主动技能就是这样子。那这个呢，就是配对。好，算了，我们来吧。生命力超多，回复力超少。它是负的，等一下，所以怎样不能回血是不是？这个好奇怪队伍。好，我们来打看看就好了。只能用三次打，可是为什么它的那个血量跟回复力是负的？不知道。那为什么我还是要穿这样呢？活动结束为什么还是要穿这样呢？因为我难得穿这样，我可能一生才穿一次这样的装扮，所以我说那不如就开个台，然后刚好今天也有东西要打。在干嘛？为什么不能消除？所以现在是这个轮回怎么了吗？嘿，无限排出。回合数在减啊！我的天啊！我重新开游戏。哦，这个是怎样啊？要不给我打吗？排出游戏还一直减 bug 啊，不，还一直减回合。bug 之塔，他是有没有让我打？哈？同类游戏就不行？哈？怎么办？没过我居然连一层都打不过，一定是我太烂了。这个神魔之塔好严格，拳皇大赛。